是什么了，未知。 输给魏凌月，连他母亲也因他而死，都是因为你，让他的心神就要堕入魔道。要去见他，要去见他。 凭你之前跟他说过的那些花言巧语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继续让胎儿在他腹中吸取灵力的话，那胎儿诞生之时就是未知丧命之时。现在唯一可以救他的，就是花容。 魔界同归于尽。 再让你等了，你的木头回来了。
子在哪，我便在哪，再也不丢下你们。